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到星期五啦，今晚八点半，我会再做多一次户外直播。但今晚咧，唔系去长洲，或者去其他离岛都唔系，都唔系去巴士、地铁、坐电车、火车呢啲，全部都唔系。今晚嘅户外直播形式咧有啲唔同，想知道小龙女又搞边科？今晚就唔好错过收睇啦！大家经过几次之后都知道，户外直播咧其实好难讲得十几点钟开播。如果早啲预备好咧，就会早啲开播啦。所以请大家喺八点三之后开始关注我嘅 YouTube 直播，我 YouTube 频道，千祈唔好错过直播嘅开头啊！否则你哋可能唔明白后面讲乜嘢噶啦。今晚见。大家好，又到星期五啦。今晚八点半钟我会再做多一次户外直播，但是今晚呢，我们不去常州，也不去南丫岛，也不是坐巴士，也不坐地铁，不坐船，也不是坐电车啊，火车也不是，这些全部都不是。今晚的户外直播形式呢有点不同，想知道小龙女又在玩什么，今晚就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啦。大家经过几次之后都知道，户外直播呢很难说得准是几点钟开播，如果早一点预备好呢，我就会早一点开播，所以请大家在八点十五之后就要开始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啦，千万不要错过直播的开头哦，不然可能你们到后面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今晚见。